这块板子呢，它定位是带予给创作者最好的平台。除了在规格上考量呢，我们在设计上更是一大挑战。好比武士狂野的刀削气息，那每一道挥砍都是最凝神、最专注。我们设计师呢，在设计的时候，就是以这样为出发点，从点线面到整个造型的线条，都是以武士的切削去做出发点，希望可以在这一代带给整个创作者最好的视觉张力。